现在的高质是一艘快速前进的大船，改革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，该拼一把，岗位责任制，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，相互持股，公正开发，全球市场，高质的股价开始下跌，赖迪公司已完成对高质集团的相对控股。这就是你要改的革。作为这条船的船长，不能迷失方向。这以后啊，往往能有大发展。咱们得联起手来，打成漂亮仗。我们需要在面料上做一个新的突破，紧抓互联网购物的大潮，是咱们高质打入欧洲市场的第一步，进入更广袤的国际市场。趁着大潮，又是一次新的出发。